Hay que ya.转，只要是老母鸡 Q 就不转。那打电刑也还好，他在争着。那这样就还好，他要看我看我的兵。啊，他要长鸡了，他一步线长鸡了，注意。一波先两个，左大三环，他肯定要闪现拉刀的，这波。走吧，那翻墙得快一点，给我出来买鞋子。给我们点个信号，这波他往下靠抓不到人就无所谓了。应该找不到了。还回家买巨石。刚才这不回家他退兵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巨石。别看他死了一次，但是现在拼不一定拼得过。他是没买鞋的，好吧。下路这样玩游戏的，我操！咬死他！哇，好亏啊，难道就差一下咬不出来吗？这波我亏了，还行吧。你们 Q 呢 Q 不出来，被犯走了。饭店还能躲 Q 呢吗？死哥感觉在刷上，我不知道能不能杀恶行。回来买不了装备，
先不游了，刷会兵。 先刷会兵。水哥应该六级了，只能往下靠。 那好舒服啊！一直带拿人头，被麻了，小魔。 怎么不打呢？打了。 这样可以各种来开大了吗？不交闪，再被我要交E的话，水哥就有大了。我们要交这个闪，这个闪现必须要交。想看戏法吗？只能吃扇子。 逆转了！
身体上难道就已经出来了？ 别这么打。 哇，他这死哥还能杀剑姬啊！ 应该是放了，能不能把下来给开了？打了，开始。
不想卖他们呀，好烦啊！靠，都拿到了，加油啊！ 给我留点，哥们，都满状态了，还有啥漏的？怎么样？哎呦，死不掉，死不掉！我就知道你有军团啊！ 别急，秀一下，拉开，别急，把他没大的，换电火，等一下一起来，杀个鱼，完美，现金一波了。 先你过来呗，我打一下。打的也太慢了。 打得也太慢了，这把不需要多给了吧，把他骂骂。 然后还没有魔抗，要奠定一波。
先躲我闪，闭起来，踩一下，盖住，沉着冷静，自信，啊，各位，先给他 A 了，没事，我们是有办法。A 了，小小鳄鱼还想收藏。 拿下。